大家好，我是三星世纪文化公司工作室的李哲荣。那我们今年的作品呢，是使用鹦鹉螺当作灵感，去做一个仿生的咖啡滤杯。那运用科技 3D 列印来制作模具，做一个精准的咖啡滤杯。谢谢各位。非常感谢我们的三星世纪，同时在宜兰的行健有机村落地，也做了客制化以及手工的体验。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加入了非常好的一个元素，就是我们的艺术家老师把我们的宜兰的杯子陶土呢，瓷土做成非常棒的一个研发。店长好。那我们这次 SDR 的计划呢，是主要我们陶瓷通常都是手工的，但是我们利用电脑的方式去设计它，然后用 3D 列印的方式去成型，然后制作模具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冲咖啡的时候可以得到更精准的效果。对，冲咖啡的咖啡杯、咖啡滤杯。那我们里面的漩涡是使用鹦鹉螺的腔隙，就是它的水的流通跟空气的流通会来得比较好，那冲出来咖啡特别的香醇。三星乡行健有机村，大家都知道哈、现在年轻人很辛苦，所以呢，他们白天工作非常的忙，但是呢，如果在有空余的时间呢，能够呢喝一杯咖啡，非常的疗愈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咖啡杯很重要哈、看起来就是干嘛？获利够给是哈，这个我们受了提升了，我们这些所有乡亲好朋友，希望喝咖啡的人，不但喝咖啡心情好，然后呢。又这个杯子呢，能够让它很疗愈，这也是非常感谢的。谢谢你们一起努力哈，并祝你们好生活。最赞的来来杯哦，赞！三星世纪最有温度的咖啡杯，赞！赞！县长说很赞哦，赞哦。